喂，阿强，你响边处啊？我响边处？你响边处啊？我响边处？你揾到福鸡未啊？佢匿埋响边啊？哦，福鸡啊，福鸡咪匿埋喺。讲你读咁多书，仲话硕士，有咩谂唔明啫？我谂唔明就系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当时刘备都系只草鞋啫，何来有皮匠呢？谂唔明。嗱，咁你又有所不知啊。呢个时候咧，要引用一下普通话，皮匠咧系指呢两个，即系副将嘅意思。咁无毒不丈夫呢？咁你用普通话读下，系无毒不丈夫，意思系形容一个男人有气度。咁无奸不商呢？都系普通话嘅问题。以前啲商人咧系做米嘅，装米咧要装到佢尖尖地，其实真正系叫做无奸不商。咁舍不得孩子嗱，呢个就系四川话嘅问题啦。孩子，咁仲有，唔好走住先啦。真系最后一个问题，广西人叫老表，咁我哋广东人叫咩啊？老襟。阿 Graham 啱翻咪阿车。